挑战全随机上操演的第21天，开门迎客，看看谁。小鹿丸，小鹿丸其实并不需要琢磨太多，主要是我们的神托斯来了。记住，不要愤怒。也没有太明显啊，他发和解之夜没用。过来，没事，来一幺两个技能空了，我一点，色儿打到了，他也空了，哎。哎，什么打法？什么打法？可以，你，嘿嘿，其实全随机上超人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容易让对方轻敌。我们只是看着很菜，你不要以为我们真的菜，好不好？虽然有些菜啊，但是神的普攻能让你掉下来吗？哼，有豆就有豆，这也没事，先躲技能。还有一个龙爪手，快点，少林龙爪手不舍得放吗？我先抓你小，对不对？没事，色儿啊，哎，色儿招早了，我这个没脑子的。没事，替身先普攻，害怕不害怕？我害怕，大哥。没错，到我这里这就是回合制游戏了。啊，对吗？对个屁啊，这接不了啊。没事，小问题，先抓你。啊，一二，他第三，往上走，哎，我走掉了吧，色儿再给你顶掉，我直接一个大招反身收掉。你以为我不会走位吗？其实走位的思想在我脑海中已经有了，已经完全布局好了，只是我这个手啊跟不上我这个脑袋瓜，这你能怎么办呢？这也没法通灵拼了。又没血又没豆，他现在就剩一个技能。哎，有了，什么走位？等你替身，他是不是没有替身？还是你再忍，大哥，对吧？替了，走。你放弃了吗？不对呀、啊，这，胜之不武啊！好了，兄弟们，有三连的就不要客气了，再见。